去年我来的第一次，那么今年来第一次，我以为感觉上是应该是跟往年一样吧，不过我发觉今年跟往年完全就不一样，他的感觉啊更进步了，那个恐怖的程度也我不懂怎么跟你们解释，你们来的台会知道。其实你问我希望这房子是哪一间啊，你问我是吗，我哪里会记得，我吓都被吓坏了。那么他们的特效啦、化妆啦，还有场景等等呢，其实我们新加坡除了少了那种港风的生活之外，很多年轻人也少了见鬼的那种经验。来吧，见鬼吧啊！